事情，我无法原谅你，我无法原谅你。我尝试完美结局，作为故事的终点，残存记忆的画面，早已被其改变的誓言。 在他的故事里勾勒着你的面具，你和他的相遇或许不只是个侥幸，那一时的。 谢谢大龙，在那边他提高了受到伤害。对，两位编辑的话，所以所有的着装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根据演员的一些给我的感受，在剧里面的一些就是当剧情喵，好，到时候大家去看，就是给我的感受，就是做了一些就是细节的调整，比如说在编辑的时候，对，当然所有的内衣都是一样的。 所有的那个绑带要求也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在一些咖啡上面来讲的话，你们都是做的比较就是符合，符合就是他们的一个身份地位。在这个里面的话呢，做了很多。当然，为什么说这个并不是最完全版呢？是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pattern 和 cutting， 然后迟点的话呢，你们在剧场可以看到，所以请大家就是买票进到剧场去看。而且每一个编剧、每一位作家都不一样。要不要听叔叔的好的？大龙怎么样？刚有笑一下，为什么？太紧了。你觉得很紧吗？所以你们的配置跟那个小林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啊。细节可能很明显，因为我跟他聊过很多细节。 包括这个每个人的性格，每个人一些经历，然后去设计一些可以在他那用的东西，就是符合年代、符合身份，啊，符合人物个性的一些细节。包括我们的图案在，哎，我有穿那个吗？你刚才闲情换啊，对，我刚才那件马甲，其实后面图案是有讲的，啊，但是太紧了，我穿不了，就不换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金凤老师是大龙推荐给剧组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。嗯，他什么样的风格是你特别喜欢？我很喜欢他用心这一点，包括之前我认识他的时候，因为他在英国读的书，包括他在英国工作过很久，就跟他聊很多古典戏剧啊，包括英语剧，我们都很有聊得来。然后就这次就趁着这个机会己做一下试试。而且戴梦老师好像找一些小道具，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。有定做的，其实所有的这些特殊的道具，包括一些就是 accessories 方面的话，都是特别定制。然后到时候他们的花纹，包括他们的所有的西装的面料这方面，也是跟相熟的一些就是制造商，然后呢特别开展制作的。我很喜欢你刚才搭在他身上，就是我的 model 的那种感觉，展示一下作品更松了这套衣服。这套的话就是。觉得蛮意外。